大家好哈、我姓李哈，叫李学健，我是咱台北州的中山郡的郡守，今日是咱各位的讲师哈，这是个讲师尽量讲予大家了解啦哈。我今日的主题就是蜕变，什么叫做蜕变？这是要今日要讲的主题。这个什么蜕变？这个、蜕变就是讲咱。咱较早饲迄牛啊有无？啊，到迄饲料从一个壳啊，吼、哦，迄、那个茧，啊，你牛啊了了，这变蛹嘛，对唔对？吼、哦，咱就准得，你唔刚刚讲，咱台湾即地土地，咱即个百姓就敢那，迄个壳啊内底迄个蛹，吼、哦，迄、那个壳啊敢包掉的，暗无天日，吼、哦，咱准台湾即个土地，真像咱即个壳啊同款，咱台湾百姓就即个壳啊砍掉的。和中华民国甲咱看遮侪事实，咱拢无了解，吼、哦，因看咱七十年啊，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即、這个蜕变就是干啦，即、這个壳啊要蜕变脱茧而出变蝴蝶，吼、哦，咱阵放一只一片，暂时变好啦，吼、哦，咱今日要讲即个蜕变，吼、哦。哎、欸，那不行哎，那个常不能动哎、欸。我跟咱小弟吼，咱今日讲这个蜕变，最主要就是讲吼，要让咱大家了解讲，咱今日。咱各位同心来踮遮上课，免烦恼，因为咱大明主这是合法的。吼、哦，我今日这张图，有没有？已经开了啊！主席官啊，谢谢。吼、哦，咱只要这张图哦，吼，咱先看这张图，吼，流氓政权。就下面呢，代表中华民国，哦，伊是丢流氓政府，对咱大明政府的改水，内政部，哦，中华民国内政部认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有法无？哦，合法支持，不是非法组织，有法无？这代表啥？咱大明就是合法的，啊，请教你。你来进步认定咱合法的，啊，请教你，那中华民国是啥物法？对，非法的嘛，对唔对？所以为什么咱台湾就徛伫遮，无我半个国安局、调查局来甲咱抓，无来甲咱监控？因为应该知伊是日本政府，所以伊是非法的，伊唔敢甲咱叮当。哦，啊，现在我一定要提早些进步回来，给大家跟同心大家看。哦、我是不敢提这张，互你了解。恁坐伫遮，恁若无了解，你无紧。恁你也有时间吼，我是台北州的中山郡的。阮中山郡的住址伫重庆北路三段，伫咧高速公路开落来无偌久。贾秋平重庆派出所，窦秋平民族西路的派出所，因逐工嘛咧安巡逻，啊因目睭敢无看，啊警察目睭敢痴迷，对无？啊伊有看到，伊也毋知影无买往上报。对，我甲所长讲，啊，甲群局长讲，哎，奇怪，那一间大民政府，啊，佫插一挂旗啊，佫奇怪，吼、哦，无插中华民国旗啊。群局长唔知嘛，要往上报国安局、调查局、警备总部，对唔对？为啥佫准没没有？因为伊拢知影，所以伊唔敢问。阮那么重庆北路每工拢开门滴，没有一个警察敢来找麻烦。连阮遐光顾我都毋捌，因为光顾嘛毋敢来，所以讲恁在踮咧遮上课，恁拢安心，因为咱台湾民主是正式的合法的，是世界公认的。哇，马英九，我阵较早教，开始讲马英九，但是袂使，你说我咧讲，不要讲得太那个，啊，所以我阵讲马英九，
照讲，迄个教是正音啦。哎，啊，但是在尊，闽南话咧甲讲，所以咱要尊重。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马英九这里，2013年，伊就任的阵，一国的总统，甲伊的新人讲，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啊，为啥伊敢讲这句话？因为1950年蒋介石咧阳明山亲自讲的，讲三届，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好、哦，阿、啊、恁也唔相信，我先来放屁，互恁大家看，互恁了解。咱台湾的一寡较早安怎熟悉的，互恁了解。吼、哦，有无？过去恁敢有定要注意哦？咱即阵的战车、直升机、军舰、连兵啊车，迄、那个党徽，迄阮叫做车联牌啦，因叫做党徽啦，拢不见了。较早战车即个车联牌是毋在遮，无去啊。直升机嘛无去啊，好不好？哦，中华民国在1912年建国的，1949年灭亡，加哇38年，1912年上建立的，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对不？因的各个国父啦，但是。建立了到这个石头，免几年灭亡，暴政必亡啊！对不吼？这就是了有下底的吼。来，我搁提你看，公元1912年到1949年，建都南京，中华民国。这些白的哦，因为蒙白啦，这是中国大陆甲做的。哦，我中华民国灭亡纪念碑。你看这台船啊，这什么船啊？这台叫做记得舰，好不好？这台查拉机，你也看看哦。顶管美国国旗，这船啊，咱出钱的呢。啊，为啥顶管插美国国旗？咱较早嘛看无，好对不？因为安怎讲？因为台湾这块岛屿是美国占领中，所以要插美国国旗。啊，稍等，我慢慢讲，让恁大家了解。我先第一个让恁知讲，咱大民族的地位、国地位，吼、哦。TWN 取代 ROC， 这啥意思？就是美国迄阵啊，咱报纸嘛、电视拢有报嘛，咱台湾到美国免签证，有啊无？但是倒一个有去办到。没有，中华民国嘛无人办着，对不？啊，我感觉真奇怪，这是要你抓出来吼、哦。台湾，你那不爱签呐？因为伊这发布的代表讲，美国已经无承认中华民国啊，伊要和台湾人来办免签证，但是为啥咱台湾人无人办？你嘛唔知吼？哦，因为恁退的身份证是什么身份证？中华民国嘛，啊，中华民国简称什么？中国，对不对？啊，是要恁台湾人呢？台湾呐、啊，啊，恁身份证退是中华民国，伊咩好哩办？对不对？啊，咱台湾人永远拢唔知道。哦，稍、嗯、等，我会该讲这一块问题，互恁了解。哦，这个是在美国正式向中华民国各级正式消灭，吼、哦，那要和台湾免签呢？不是要和中华民国的。哦，美国国会冇报告，咱台湾地位未定、未定，吼、哦，这拢不是咱自己讲的，这拢联合报、自由时报写出来哦，吼、哦，这不是咱家台湾政府写的哦，这是联合报写的哦。不承认大陆对台有主张，也不承认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咱台湾没主权啊、哦！但是咱大人永远无人知，这些我慢慢来讲，你了解。哦，咱这里帮要实现，咱政府要换人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无继续去支持中华民国，
因为咱过美国，哦，啊，这就是讲咱这里噶按头噶尾，咱就噶那去的靠噶，啊，咱那些内地的用，就是去靠保家，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咱台湾哦，才和平的，拍搞和平，这条美国荷兰呢，咱的证照，哦。美国司法部致台湾民政府的信函有没有？我给咱人民署长林志深，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还台湾民政府的基金执照，有无？好、哦，咱就讲警戒美国的哦。美国官方核可证明文件，有无？中华民国我见呢没有，因为他是流亡政府。哦。美国华盛顿 DC 正式挂牌，由此可见，咱台湾民政府是真正是世界公认的合法的民政府。所以恁在咱们遮上课，了免惊人甲你吵着。好、哦，各位，恁捌去宜兰无？这对面这啥物件，你知无？宜兰的警察总局哦，不是分局哦，那是总局。对面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啊，咱若今日也不是合法的，伊走就给你抓啦，总局呢？啊，为啥不敢给你抓？因为那个头家讲咱合法的，刷了一个给你徛卫兵，24小时给你乖乖给你徛卫兵，个给你保护。对不对？你要有时间过去研究个，你个看咱等，这正个地个，那个地个哦，两年外哦，相安无事哦。2013年7月7号诶，成立诶。哦，来，咱来看这份身份证哦。这个是咱郑州贴一模一样诶。中华民国身份证对不对？来，你是不是台湾奴隶还是 VIP？ 咱各位咱所提的身份证，咱去中华民国做记号，你敢知啊？你若唔想，你甲摕出来看卖，看有啊无？恁看有无？恁甲摕出来看，我甲恁教。你若摕这张身份证，你去公家机关要吃头路，啊，以你的身份证吼，你要做科长啦，什么款的拢没有机会，因为你是台湾人，奴隶，所以要和你吃头路，有少平所，迄恁离婚，啊，要做官，恁无机会，啊，为什么因拢会知？因为这张身份证已经跟你讲你是奴隶，啊！你南昌，你的身份证提出来看，多摆平诶右上角，你甲望看卖，你甲望看卖。如果有四个零头前哦，有四个零，啊！你就代表你是中华民国。啊！你啊头前是0001002003，而是0110120013，或是111，恁就是台湾人。啊，恁看有无？好、哦，嘿，013前面三个号码哈、哦，来，我替你看一下。恁只这身份证这正面对不？你后边边个并过来，往这个所在右上角，啊，你用下下去的光线甲看。号里面有号码，但是你无注意，你看无。这中华民国一直讲污蔑。0303对啊，我来讲001或是011、031、03几啊你？好、哦，或是你要讲0000啊，才一开始，那个就是代表你是中华民国。好、哦，啊，你的头前啊是零零一
002或是011或是111，你代表你是台湾人，那就是恭喜你是台湾人，你得做奴隶。中华民国当初来咱台湾，拢穿破衫破裤，扎一脚钉，无半项，对唔对？但是即阵你有看无？伫路边诶，遛狗诶，拢因中国人。伫厝内拍麻将诶，拢因中国人。迄个年代哦，吼，阵就拢有人咧拍啦。但是迄阵诶年代，拢因中国人咧拍麻将诶。咱台湾人同样，扫便所、扫路边、捡粪扫，这是咱台湾的抗议。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奴隶嘛，你来趁钱会开啊。中华民国来咱台湾就要尴尬嘛，中华民国万万岁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伊是要甲你扣税金嘛，伊无要恁台湾人好呀。因为恁台湾人好到规头壳乌白相，要甲变。哎呀，互恁无钱，咱台湾哦太困难了，一世人个想要趁钱、趁钱、趁钱，无时间想讲要安怎甲还、安怎甲还。无去想讲，但为什么趁钱要搁扣税金？搁认为种正常诶。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伊毋是合法诶，伊那硬扣税金诶，对毋对？好、哦，即句话恁大家会记。流亡政府是不得就地合法，哦。咱阵来共同按这个开始来，从以前的历史慢慢把它拉回来，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咱等你得在国际正常地位，哈、哦。咱看这历史的轨迹，开始来讲起来，就讲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是啥样的？各位敢知？唔知啦吼，咱台湾这块土地目前甲目前，阁是日本天皇的，美国占领中。啊，为什么？我来讲给大家听。各位曾经拢有上到课，小学拢有读到书啦吼。较早晚清甲日本天皇有战争无？有嘛？那叫做甲午战争嘛，对唔对？是不是安尼？啊，向建牙，向建树，你变牙嘛，对不？你晚清输嘛，所以晚清皇帝跟日本皇帝签约，按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哦，我现在听过那个甲午战争哈。看有无？有无？迄、那个甲午战争所签的有叫做《马关条约》，在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啦。来，马关条约来这下有无？平湖有无？无哦，台湾、清国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为啥要让辽东半岛搁还有中国？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袂使分割，所以爱海。哦，固有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迄阵啊，日本天皇就阁按辽东半岛海中国，但迄阵要求中国爱赔偿。哦，啊，辽东半岛就对于你奉天神，恁较早咧电视有常常看到无？电视看播清朝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无？就是奉天。啊，奉天就是清朝的发源地，所以这是固有领土，所以无法度爱去害伊。啊，台湾没有，不是，是其实那是清朝的殖民地，所以他可以割让。啊，虽然说唔得按台湾没有清朝挂念和日本天皇，这是有契约嘛？这个马关条约对不对？但较清楚的人，你想要较拍契约，啊，契约拍好了，这就是对方的嘛。啊，你满清皇帝挂念和日本天皇，这是写条约的啊，马关条约啊。所以这块土地从今以后就是日本天皇的，对不对？
但是予伊挂念予伊，并不代表讲是伊永远的，因为迄阵啊，佫是殖民地，这是国际法有规定，你要让当地人有思考期两年，两年以上啊，你要做日本人，还要做保亚人，拢会使，两年的思考期，你也认为讲要继续住，你就是日本人，你也无你用个财产袂袂到国外去，这是国际法。所以日本天皇接到咱台湾这块土地，伊在咱台湾经营四五十年，教咱台湾进往来币，因为迄阵咱讲塞外，咱台湾啊塞外殖民的，这落伍的，这无水准的。所以迄阵啊，日本并无把咱台湾列入固有领土，所以迄阵啊开始来教育咱台湾，教咱台湾进往来币，有无？吼、哦！做藤进甘蔗有无？罗做藤，开铁路有无？吼、哦，是不是？这拢日本做的。咱较早日本时代时阵，咱台湾阁开过万国博览会，你嘛不听过无？有嘛吼、哦？你个我都开万国博览会，迄阵你就想讲，咱台迄阵偌进步啊！一向个讲，拢日本教咱的，教咱读书，了后。咱台湾的水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跟日本的水准差不多啊。日本天皇在宣布行宪，宪法。迄天宣布了，咱台湾就属于真正日本天皇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迄阵啊开始，这块台湾就永远是日本天皇的啊，是无？啊，这块都是日本天皇的啊，啊，那变中华民国。对不？哦，啊！了后，日本天皇经营咱台湾经营个一个水准啊。了后，伊向美国宣战，叫太平洋战争。你们拢应该不听见啦，对不？嘛，战四五年了后，美国嘛是战到皮马喘，尾啊去广岛甲长崎甲侵略原主岛，所以日本天皇惊到。因为真爱护伊个子民，啊，这短租单这里也是单了几啊十万死亡，哎呀，佮继续单落去啊，日本爱绝境啊！啊，日本天皇惊到，爱是爱伊个子民嘛，所以马上宣布无交定投降。这个这典故应该拢知影啦，吼、哦，迄时阵日本就宣布投降。啊！宣布伊个只战的阵吼，伊偷袭珍珠港吼，伊是不是偷袭呢？伊是正式甲美国宣战的，伊是卡手较紧，伊化战伊就较怕。伊有向美国正式宣战哦，只是跟他宣布之后那一天当天就科技都到珍珠港都较轻啊。第二天美国马上宣布向日本宣战，哦，这是有这个。典故的，啊，不要日本建书，啊，日本建书，日本天皇开始了，就是要我都因为日本本土无我都分割，所以迄阵啊就按台湾、澎湖、甲周边小岛，周边小岛代表啥？钓鱼台加之类的，所以仅仅个钓鱼台是个像诶，台湾人，钓鱼台是咱台湾人哦，啊，台湾人像诶，台湾像诶。啊对啊，日本的啊，钓鱼台台湾的啊，台湾是日本的啊，钓鱼台上的嘛是日本的啊，是安尼的啦。啊，你也要正确分析清楚是钓鱼台是台湾，在日本时阵啊，钓鱼台就列入台湾的。哦，啊，时阵啊，无多按台湾朋友一挂边岸小岛挂留给美国。但是呢，美国本土国会规定，美国不可增加领土，就是台湾美国国会规定，美国永远袂使阁增加领土啊。因为较早美国唔是真大，但是拢镇压并伊个，啊，伤侪去啊，所以国会讲安尼袂使，是规定讲袂使阁增加土地。如果美国安尼增加土地，增加伊个一手，咱台湾阿败无着阵，安怎讲？波多黎各在122前就受美国占领中啊啦，美国占领中。如果可以的阵吼，波多黎各的自尊就是美国的51州。
但是阵有无？没有，因为美国国会规定袂使增加的，所以目前到波多黎各到现在还是波多黎各。但是美国占领，美国每年拢爱派兵去甲保护，袂大个每年要个九百以上，一百亿以上哦，和波多黎各开边钱的，因为你敢占领。啊、所以波多黎各真巧，因为大家食到肥肥肥，叫他推一推，对哦。因为啊，伊无钱，美国大个，啊，我阵无钱，也无个摕来开，啊，美国就无多啦，你共占领啊，啊，所以乖乖钱佫摕回去。啊，咱台湾即块块嘛是美国占领呢，对毋对？啊，美国是爱摕钱互咱开呢，伊还佫派兵来咱保护呢，对毋对？结果拢没有。啊，佫耍咱佫甲买武器，啊，这拢违法国际法的，因为美国既得利益模糊政策。照讲个，美国是爱派兵来保护咱台湾的，咱军都免做兵呢，咱免做兵呢，咱是爱美国派兵来咱保护呢，武器爱美国摕起来呢，咱军都免买武器呢，啊，为什么要买？这真苦，咱台湾无了解。因为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句话你拢会记，阿边啦，中华民国你家己讲者，你甲这句话甲读落去哦，伊无话人甲你讲。你占领袂使移转主权的，什么叫主权？那我现在甲讲给恁听，吼、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要甲我甲记的吼、哦。这款哈，咱这种有大清皇帝，哦，大皇帝啊。大日本帝国皇帝订合约，这个像谁？这企业像谁？大清皇帝派李鸿章，啊，甲向李清芳草稿草写，有无？讲和条约有无？李鸿章，大清帝国，大清帝国钦差李清芳，将引完过的。日本李金芳写的，李金芳是李鸿章的囝所草写的，这种有证据的。哦，就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哇，第一款、第二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奉天省有没有？就其实呢，照讲个奉天省爱是归日本，因为迄是固有领土，所以袂使分割。哦，这我相信各位拢毋捌看过啦。哦，我们今天讲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凭有据，毋是像中华民国出一支嘴，一世人就骗你台湾人。刚才郝伯尊讲的，我较甲恁骗恁怀疑，我讲实在话，恁搁搞。郝伯尊讲，恁拢是皇民好义有啊无？恁本来是皇民好义啊呢？啊，咱台湾叫中国民国衰啊个公义，搁讲嘛？讲我是不是？我是日本人。啊，讲实在吼，哎也袂使怪，因为当初我来吃吼，我一朋友哦，伊是我这边去因家，啊，拄着伊就要出门，我讲啊，你要倒去？伊讲伊要上课。我去读个派去，食个四五十秒，搁咧上课。哦，用我阵赶时间，我先来上登山家教，我再甲你讲。啊，上好了，伊就来遐上课。啊，上好了，伊打电话叫我去。一见面就讲我是本人。我靠呀！你啊，读无两三工，主任甲我讲我是本人，我是安怎样啊？哦，啊讲也讲不赢我啦。啊，历史也无我深啦，伊可能读小学尔。啊，真热心，啊，伊一直甲我讲。啊，讲袂赢我，要啊讲，啊到底要去啊唔去？我讲你这個人吼，袂骗人，你做人唔是会骗的。啊，为了这问题，日本专家呢吼，遐朋友讲要无，要做安尼啦。我讲好，我一定去。我讲唔是你所讲的吼，唔是我所想的，我一定甲你拉回来。啊，所以我就过来才报名。啊，上好了，听秘书长讲的课了后，我就迫不及待去报高级班。啊，我是安尼入来，所以咱思想，咱意思讲，咱是日本人，啊，不是台湾人。
但是咱拢未想到一寡真侪问题。稍等，我慢慢啊讲给大家听，恁会了解。好、哦，好、哦，这个下关条约了哈，咱我看一下安尼。哦，古冰山和平条约，这个是咱了后，甲美国、日本甲美国战争了后，战书所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咱今日嘛依据《旧金山条约》来控告美国的。好、哦，哦，一直那有四十九个国家去签的，哦。ROC 台湾、中华民国拢没有，中国拢没有在里面。哦，这旧金山平条约里面呢，共27条，是不？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管辖领地，美国拥有管辖权，是不？就是因为日本战争那时啊，阿安达要挂牛，要干什么挂牛？但是美国不使。拥有这块土地，啊！日本政府本来要管理我天空，没有美国嘛？啊！美国不使收，变安怎样啊？这块土地佫谁的？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哦，是日本天皇。哦，这日本的国家是无正常的国家呢。安倍晋三干嘛跟薪水讲的哦？日本现在不是正常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日本现在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天皇，一个是新日本。啊，为什么安倍晋三准备修宪，回复宪，一个复宪，因为符合较早的宪法。啊，为什么恢复？我先都告诉你听。所以有一阵啊，美国这个土地也未使，啊，美这个土地变悬空嘛，对不？无挂出去啊。我要给你，你买地不要用啊！我个提刀转来嘛，我个放下地啊嘛。所以这个土地阁是日本天皇的，对不对？但是美国占领中，伊无我地，但是伊怕赢嘛，所以他是占领中。哎，安尼无意，哎，好、哦。台湾还是日本已建构完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只是暂时不能治理。这也是中华民国不该用依法宪法敢打算纳入中华民国。有无？虽然台湾这个土地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只是代理美国暂时管理台湾。全世界无人讲暂时管理，管理讲管理70年，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我头讲，美国采取模糊政策，按照模糊政策，因为怎个叫按中在中国大陆战争战个输，恁更加注意看历史，怎个叫在你中国在中国大陆战争的时候，恁不看过伊哪有一次参战的，伊亲自去战争的没有，伊拢叫人去死。伊拢叫人去死，天哪！拢叫别人来配拍，爱要坐皇帝位的，伊是全世界上惊死的人啊！所以你啊，看伊历史来战争，伊拢唔捌参加，伊讲用嘴话的。啊，真啊，遐个战到输掉，伊就先走。你真狠哦！即性李希信，你真狠哦！希信咧战输，伊就按即性不走不行啊！这个蒋介石做法咧。所以以战争赢不赢？阿妈讲，因为带领带咧走嘛，伊未先接咧先走台嘛，看伊走嘛，跟伊走咩赢？对不？是不是啊？你啊，走啦啦，走啦，咱台湾嘛。啊，因为迄阵啊，蒋介石甲麦克阿瑟将军两个是同盟国，所以感情袂歹。所以迄阵啊，麦克阿瑟叫蒋介石来台湾，暂时代理美国。管理咱台湾，你看过来咱台湾，台死咱台湾，台死偌济？你把事件你拢知无？小等我放互恁看，恁看过惊我？恁讲，咱阵个少年家也毋捌看过，
我顶顶几礼拜嘛放回咱重新看，才看到有人咧流目屎。蒋介石来咱台，你来看，伊有啥物建设无？没有。但是有啥物唯一的建设？咱台湾所有的土脚吼，伊拢乌地多，即只本地厝啊，我拢叫伊闹厝啊。伊阳明山、树林、甲即个官邸，所有的迄山拢空的，拢伊乌的。乌要从啥？嘛是准备要走路。伊毋是乌要震惊啦，伊是乌要走路的啦。伊也佮听讲阿强阿要要拍来吼，伊准备就要走啊。这是蒋介石的作风啦，咱个当作伟人啦，邱西洋，啊，我们圣人，对不？哦，好、哦，这是我下底好不好？啊，这台湾关系是什么意思？这台湾关系话是咧保护因台湾的啦，啊，就是安那，就美国财务模糊政策，安那模糊政策，蒋介石当初就甲美国讲。你卖派兵来保护台湾，我来保护就好啊。因为美国真重视他们子弟兵人权，因无爱让这个子孙你国外死，因来见到国外死后，因国内就接乱嘞，总统为了协会调啊啦。啊，所以应该就甲讲吼，你免派兵台湾，我来替你保护。啊，美国当然嘛好还唔好，刷了又甲讲一句。武器我拢甲你买，我话美国怀疑甲困袂去个，对不？所以才采取模糊政策，我要互恁台湾人知影。所以咱台湾每年要甲美国买武器千亿以上，每年哦，照你讲将近兆亿啦。但是卖个超了，卖讲上夸张啦，咱讲讲千亿就好啊，每年啊，爱几样都来。你甲税金恁出来，甲我。怣人咧出来，因为咧跟抽税金嘛，对不？我看咱有恐怖。啊，咱免做兵呢？啊，有啥来做兵？你看吼，你做兵死的拢是啥？咱大人，你看拢穷困啊有无？咱死咱大人，操死嘛是操死恁大人。啊，恁感觉怪无？感觉真奇怪。中国大陆见来趁机拍你金门妈祖。跟不听讲，中国大陆派亲戚派来台湾，骗我无？没有。但是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的亲戚拢是目睭，因为伊跟阿派来拢玩个金门，玩个马祖。啊，金门马祖死的兵拢是什么人？比什么兵？嘛是咱台湾兵，拢是咱台湾兵。啊，咱边做兵啊，有啥可以死？对不对？啊，所以咱秘书长去发觉这问题，所以去控告美国。啊，咱过赢无？咱过赢。咱今年2月28号，咱秘书长过去控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个美国的国务院，个美国的国土安全局，个加一项中华民国。嘛是过瘾，那么过瘾啊！好，接下来我过来讲给您听哈，咱慢慢一步一步来。所以，因为美国为了在搁定这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里的部分中华民国应该讲既得利益。这个台湾关系法是金钱呐、啊，嗯，我现在过来，你再看嘛的哈。台湾关系法，恁有感觉真奇怪哦？咱台湾的这块土地，竟然要经过美国众议院、参议院投票来决定。啊，有处可见，台湾这块土地本身就是美国在管辖的、管理的，只是让中华民国暂时代理美国在管理。所以恁各位嘛要注意哦。咱若选总统选掉美，咱的总统一定爱刷单美国的贺电，有啊无？恁捌看过无？电视常常讲要等美国贺电，为啥无去等英国的？无去等中国大陆的？
就一定要当美国。迄阵咧嘛，我嘛搞不清楚，我真才知影。因为中华民国它不是个国家，它是流亡政府，它没有，它只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而已，管理台湾。所以伊就敢那讲，美国就是敢那当署长诶。啊，中华民国咱这里就是敢那美国的聘请诶总经理安尼尔。伊要甲你洗头路，就甲你洗头路啦。所以伊要等伊核定，伊核定就是认定讲伊是美国请诶外员工安尼尔。所以我们要等美国核定，原理就在这里。我参议院85票赞成，4票反对，我正式成为美国国内的法律。这句话你来较注意，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法律咯。啊，所以咱台湾是爱遵守美国的法律啦。所以讲，美国国内法，我哈有关美国国内事务法律的制定，主要是依靠国会议员来掌握，国外外交权力主要是来自冲绳，所以说台湾关系法就是要受制于美国。好，这样写得清清楚楚，台湾统治当局，有无？那是当局，我们不是个国家。台湾关系法就是钱的法案，有看不？美国的利益继续从台湾拿钱。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意思就是我们台湾跟买武器，一年买的金额有多少，这是这么大的利益。所以美国以财富模糊生死的这些，因为这利益太大，武器所有利益各国都要经过美国。照理说我们今天是要买武器，美国要拿武器，我们并不去买武器。哦，你个看，科技电话，历史上四大杀人魔，冠军斯大林4000几万人去台死，毛泽东3000几个，台湾蒋介石1000，应该唔嘛啦，应该唔嘛啦，敢那南京大屠杀是上台，南京大屠杀才是蒋介石台呢。伊是嫁祸给日本的，美国迄阵我们知，美国嘛相信伊话，要去找查查，顺带查讲一台，因为台西南京大屠杀嫁祸给日本，让全中国来仇恨日本，阿哩呢？这新官吼乱动呢，伊家己人抬价呢，咱台湾嘛叫抬，小等我再摕互恁看了啊，哦，这个可恶，哦。好，来，那来看哦。1947年，《纽约时报》对228大屠杀的报道，你有看无？我第二个给你看，有看无？当场在路的现给你枪杀，没有第二句话。这道理敢不看过？哦，来，咱大人的性命敢那高下的？哦，这台了后，过白色恐怖时代，佫死过较侪。哎，那个，迄、那个，我有滴个无？佮妈问我叫叫，啊？放影片呢？我不用把叫给他搞完的，因为影片要让他放啊，我要带你看。不，你可以放
会使甲叫伊袂？好，拜托你。好、哦，当场路中一个一个大条。在台湾，这个二二八事件台，但是恁会感觉真奇怪了无？这所在我唔知啊，但是我晓得有片影片放互恁看，我先叫一下来放互恁看，吼、哦，因为。图片有台是用阿金这种家己做的嘛，对不？但是我这种这咱较早的片相片，这是算小丢。你个高阳会讲鸡人，你可以问，咱较早台湾安怎台在无？用铁刷，按手甲你卷起，刷了边啊，手骨甲卷起，一个卷一个，一个卷一个，拖去淡水河。啊，脚甲一个甲站落去，一个栽落去，第二个是咪拖落去，第三个是咪拖落去，规关一边十个关落去，是安尼个呢？是安尼个安排呢？免点名，拢免点名，伊要来抬就来抬，伊无免理由。嘿，安怎来？我先甲你讲吼，阮老爸较早嘛嫌翘气。阮老爸迄阵啊，家在又读汉文，啊，汉文的音真准。啊，迄阵啊，礼拜事啊，阮老爸嘛不会想着啊，啊，就按外归啊，礼拜转来，啊，坐三轮车，啊，牵车拢因咧东桥头拢有兵啊，徛条的，啊，穿鞋的，甲你问讲，你要去哪里？咱台湾人迄阵啊，也要讲中文的吼。穿也找无一个啦，啊，所以拢袂晓讲。啊，伊甲你问你袂晓，因骗就该断死，无讲问你啦。嘿，是安尼哦。啊，阮老爸叫做福气，有读汉文，所以伊甲回答。啊，伊听起音乐真准，甲放伊去。啊，过桥过呢，大人拢比你这边个啊，问啊你是哪过来？啊，伊讲我就讲，伊问我，我就讲我倒要过来啊。伊讲早起时啊吼，遐台人叫拍死偌济安尼，啊是安尼拍的呢。啊，阮老爸唔知迄个其他只查讲，伊没有捡，没有捡上来。妈的！所以讲，叫图我先给恁看。哦，因为恁人迄先生不在吼，我正叫伊叫啊。现在是用图给你们看，等一下我用影片给你们看，你看了会爆晒。咱会试试安那试个，迄当场个动作你看落惊，所以我这边放互我顶两礼拜放互一同咱家同心看一，一边啊在咪咧哭，同感心受安尼深受，所以看下家己哭。啊，即款咧中亚片吼，依然就是咱年轻人吼感受不到，伊体会不到咱迄阵啊吼。是安怎？麻烦你一下那个影片，那个屠杀二八事变的屠杀咱台湾人的片子。哦，啊，我真的想放给你看，因为我想给你看图片，啊，一定有人质疑哦，这图片有当时你家己作假、造假嘛，对不？所以我有影片介绍给大家看。啊，影片，欸，有影片，应该在里面啊，欸，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蒋介石讲的中华民国已经亡国，啊，这个是228的，不是图片哦，是短片。
哦，那小等一下，小切一下哈。迄互恁看，因为我拢摕证据互恁看的。迄看互恁会惊，规条鸡人杠全尸体。你看了麻麻塞，让咱大人和中华民国间当作啥？比高下较不如。啊，咱中国任谁作父啊？对不？当初一蒋介石来咱台湾，用一万块，要用一块，给咱换四万块，迄个敢抢呢？迄阵啊，咱台湾的钱吼，两万块，用个买延平北路几栋，一一块给咱换四万块，你看有可行无？刷了三千五减租，恁的土地拢伊个啊？十分、七分伊个，你三分，啊三不是你哦，是正常的人个，啊正常阁无三分啦，阁剩一半尔，啊一半嘛是因杀伊。有现在东山也遮多，就是咱无想。如果要回顾这起台湾港口的辐射处处，对，谢谢。啊，等一下，还有那个一个影片吗？在吗？二八事件爆发后一个多礼拜，国府军二十一师的增援部队以及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舰队才刚开到港口附近，舰长接获情报说岛内皆乱民，于是下令舰人就扫荡。船都还没有靠岸，就已经像是军队的登陆战一样，直接从海上向港口疯狂的扫射。多少码头工人死于无辜，百姓不了解祖国军队的到来竟然是一场血的大肃清。现在基隆这个西二号码头就是当年城市最多的港湾，目前已经填海造陆，变成国际狮子会的牌楼。紧接着军队上岸之后，基隆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国军，他们见人就抓，抓了就杀，手段残忍，然后更是沿着铁道杀人，导致当年很多在火车站工作的人死于非命。基隆就这样，因为是国民政府来台的登陆点，成为当年死伤惨重的地点。带您来了解。快了，五点外了，把阮老爸跟阮阿婶也去那个八道那个桥头遐，阿哩哇哇拍，哦，看到足残忍，甲人啊，规条甲桥哦，甲拜托哦，唔都唔，啊这边三个安尼抓起，啊像安尼两个阿条阿一个提开了，哦，拢一头甲甲跌落。看到到咧，非常血的闻，就惊啦，足恐怖。民国36年2月28号，228事件爆发后一个多星期，也就是3月8号，距离台北最近的香港、基隆也遭到波及。基隆港的货运船每次都是载货品来。3月8号这一天，因为台湾人抗议，他竟悄悄载兵来。当时码头工人在装卸货品，卖力地赚取每一分血汗钱。南部商人则等在码头边买货物，买完了人准备散去，忽然从海上传来枪响，还未进港的货运船上突然冒出许多兵，用机关枪扫射岸边。给人机哦，是无辜人死上最方向。你这个扫射，开始扫，因为当初我一得到信息是讲咱。给人家台湾人的暴乱，所以从那边靠岸水烧。国府军二十一师增援部队、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当时准备到基隆待命。舰队才开到港口，就接获情报指示，岛内皆乱民。舰长于是下令舰人就扫荡，于是带着铲除暴民的任务，国军从基隆港登陆，开始展开一场血的大肃清。隔天3月9号开始，基隆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国军，他们见人就抓，抓了就杀，手段残忍，几近泯灭天良。他们可以在小孩面前将人活活打死，他们可以任凭老弱妇孺苦苦哀求，转身朝人的脑袋轰一枪，
最后带着微笑转身离开。他们将倒了呀，都倒了呀。啊对啊，他那边还查了，查酒也会让端出来。啊，现在都按大概的按拍了倒了，啊，去都把结果都给删了。他在飞机飞到飞机上飞到红岛。被抓的男性太多了，无辜的善良百姓被杀得莫名其妙，死前的惊恐被行求时的痛苦令家属苦断肝肠。基隆港全都是浮石，一句一句随着海浪不断撞击岸边，发出啪啪的声响。全部都是尸体，他们双手反绑，有些在海里浸泡太久，全身肿胀，捞起来根本塞不进棺材。家属忍痛踩在尸体上，才勉强将遗体挤进棺材内。哎，白酒头啊哟，你这个白酒白干的，有的白酒头啊，他存在海底里哟，来派人来深藏的个铁个干的。在我想，一定有足侪人救不起来，怎么海底？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可怜，恐怕是这么侪人牺牲？如果一天也无公布，台湾都无真正的和平和幸福。60年了，当年国军登陆的西二号码头已经成为旅客码头，当年城市最多的港湾以填海变成国际狮子会的牌楼，东岸停车场传说底下仍有许多罹难者葬身海底。中正路上的统一保龄球馆过去是军营，改建挖地基时还挖出60具白骨。狮球岭的矿坑过去是乱葬岗，人被枪杀后就直接丢到矿坑里，如今上面住满后代子孙，没有人知道当年的矿坑在哪里了。后来政府说要分级赔偿，家属说他们不知道生命怎么分级，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被枪毙，那又算是第几级？恁领个600万多钱，但是呢，未使阁超过，我嘛是讲好啊，你赔完就好啊嘛，你不容易赔伊，表示讲你是诚意，政府有诚意啊。对不？啊，伊唔是啊，伊用保障，保障是我，你做唔到，我甲你拍死，这是我在赔你啊，好对不？即卖保障的情形变成什么意思？你若赔偿，也国民党在赔偿，当然他是谁来来来咯，那唔得来赔，啊，迄个卖叫咱也没比较改，这东山作起东西按台湾人唱，有一块东西是阮人来，记住伊种作起吼，台湾人当初太阳台戏啊，勉强唱伊啦。你别话，别讲，你别话运用你这个人，我讲一声，比如讲隔壁一个人家偷伊安尼，来你来别提示，你那白手手的，啊，等你大汉以后，有较有教力啦，因为阿四的四的，我当初给你领导人提示，这个道歉都无效的。基隆的228纪念碑，黑色圆座代表对受难者的哀悼，缠绕的螺旋代表圆满、和谐、圆融，三股力量向上升华。但是看在罹难者家属眼中，他们认为228并不光荣，为什么要纪念？纪念碑真是代表政府的愧疚，还是只是给家属一个交代罢了？我看到不，这是咱台湾不应该受到的害虫，可解药搞不动，安尼你干不了，去干找他，去来干抬，这是二八事件。了后，个白色恐怖史，太过较侪，哦，这就是我有啥应该讲，用影片互恁看，影片互恁看，伊讲就阿遐看到流目屎，讲，家己感受会到的，啊，咱年轻人体会不到，所以我用片，用影片来互大家去感受，咱台湾人会可怜，啊，咱这段时间是袂有买变数就休困者无？有啊，啊，无咱回去肯定要去别墅，我先个继续跟你讲，好。